个读册人，开始考试无马上考赢，所以甲因太太奋斗了好几年，终于考上了。他考上了，他马上考上了那个富贵险啦，就变成好爷啦阿妈，啊变成有名无望的人，啊他马上人性的弱点，哦，想要追求新的，追求好的，所以这些，哦，有刚刚想要纳妾，那纳妾他这两个拍摄工，慢慢刚刚太太对你这样不，哦，不好意思开这个口。文人的表达方式，你的来讲啊，要写些上联哦。太太，你对个下联给我，因为太太蛮大册的。来讲啊，何拜莲残，多夜归根成老翁。就刚刚讲这个莲藕嘛，莲藕就是这荷花死啊去啊，啊莲花嘛残去啊，最后再变成一个老翁嘛。啊，读册人是听了才讲，好哩。你起码讲话已经拢在去啊，老五啊，老五啊，连老五。啊，他们考试把钱忘掉，有理有的时候，他等于据理力争，你这太难了，脑力有啊。我对你这么久，你安尼搞我去啊？起码你要搞纳妾，我当然嘛知你想啥，你要心细有啊。你当然有千百个理由跟你冤家，而且是未输的冤家。当然，咪那选择安尼做，或者是有理由。被头前讲的有理由的伤害是多大的？因为你不会输。啊，但是，人选择安怎？选择好好的起来，我也给你看我的进阶到哪里。哦，河黄道阻，崔康见你现心路。你讲头前捞啊，但是。老啊，成熟了，这是一定的嘛。这个米，这个色啊，一色啊，这个坑，哦，我好，这个坑，吹开了，我看到新的米出来了嘞。这个新点就是有价值的呀。于是哦，那真正有认真去看的，来知啊，见小爱色啦。就是刚才讲哦，我这是去这新时代，不应该。老人有价值，我怎会嫌弃人家？我给到的是这样，就是长时间的成熟了，这个给到血能化不出来，所以内心非常惭愧。哦，对，哦，然后一个报酬，一报酬改工了哦，老公十分公道的，啊、哦，一报酬先退一步，老公十分公道。银行要起码做拍摄，你老婆也变不多心了，所以老公老婆也不理解下来了，所以就开心双方。